我知道，额娘也不愿意这么做，额娘也有苦衷。我知道，额娘都是为了阿玛好。你怎么知道？上次额娘不是说了吗？有错就要说出来，让人可以改，免得再犯更大的错。 我再也没见过比你更懂事的孩子，都是额娘教的。我想你该回府一趟，你阿玛现在一定很想念你。不，我要留在宫里陪额娘，额娘现在的心情也不见得痛快。我倒还真说不过你呢。这样吧，回去两天就回来。额娘，听话，不许再变。 不然的话，我可下旨意了。是。不用担心，你阿玛挺得住的。我知道，阿玛什么时候回来？说是去西山看个老和尚。也许很晚。啊，你先睡吧，反正他现在也不忙了。 怎么做得出来？口口声声跟六爷说是一家人，结果居然玩起真的来，哼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，早就有苗头了。偏偏六爷把东边那个老好人也得罪了，连缓冲的余地都没有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洋务、军务全靠六爷，大局要紧，要尽快让六爷起复。谈何容易啊！ 说罢就罢，说起复就起复，那岂不是打自己嘴巴子？得想招，得一步一步来。没错，就像下棋，
西边啊，是一步一步把六爷逼到死角上，厉害，精明，这个教训咱们可要好好记住啊。哼，确实领教了。所以，咱们第一步，一定起步要小心，正确，不能一起步就碰钉子。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劝六爷上折子，悔过认错。眼下这个节骨眼上，六爷的个性，怎么可能呢？这关键在蔡寿祺的折子。哦，怎么说？蔡寿祺参六爷四大条罪状，贪墨交银徇私纳贿，可是圣旨的重点全在交银两个字上做文章，其余三条并没有提到。可见，这件事的根本说穿了，不外乎怄气。只要西边的气顺了，起复该有希望。投石问路。对，第一步，先试试西边的心意。只要西边气顺了，愿意把贪墨、徇私、纳贿这三条给澄清了，咱们就知道第二步怎么走了。对，就这么办。我们姐妹商量过，军机领班一时还想不出适当的人选。文祥。臣在。目前军机处由你占领。是。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顶重要，战也由文祥署理吧。臣担心责任过重，万一有所疏错，担待不了。不会的，你一向老成谋国，我们姐妹都信得过你。是，臣只有全力以赴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关于恭亲王被罢黜的事，臣还有些想法，想奏明两宫太后。说吧。蔡寿祺参劾恭亲王的折子中有四大罪状，可是圣旨以下圣意惶惶，并未明确指出贪墨纳贿徇私等罪名。继续说下去。是，我朝组织言官可以闻风言事，不必查明，但是臣以为纵使恭亲王骄横狂妄，也已受到应得之处分。至于另外三条牵涉名节，时有查清之必要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罚也罚了，罢也罢了，就不必再提了。姐姐，我的看法倒跟您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文祥说的有点道理。六爷的军情失仪，骄狂跋扈，我们的确是亲眼目睹、亲身体会的。至于另外各条，却无实据，应该查一查。这万一查出结果确有其事，那又该怎么办？那就一律治罪。这妥当吗？妥当的。文祥，你认为呢？圣母皇太后明鉴，如果属实，当然应该一律治罪，那就不只是罢去一职务而已。如果彻查的结果并无此事，也该还恭亲王清白于天下，以昭公允。没错，是该这么办。那派谁去主持这件事呢？这个人非常重要。依例规，或派王公亲贵，或派内阁大学士。姐姐，我看还是派倭人吧。好，倭人好，他是个方正的人。就派他。是，我讲理学讲了这么多年了，别的长处没什么，这仿正二字嘛，倒还担当得起呀。哎，当然了，我老理学大家海内同知，否则两宫太后又怎么会委我老以重任？两位可还记得当初通文馆的事吗？怎么不记得？此事人人皆知啊。我老为了不肯去，摔伤了腿，至今难忘。有很多人都认为我会记仇，会抓住机会报复，所以
当梁共太后召见内阁的时候，有好多人都担心我会趁机落井下石。其实啊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公事公办而已啊。这也正是我老望重士林成为理学领袖的道理。其实我对恭亲王不满之处也不少啊。他嫌我过于守旧，我嫌他过于洋化。自己的酒不喝，要喝洋人的，有鼻烟壶有水烟袋不用，要抽洋人的那个雪茄。哦，对，雪茄。自己身为皇亲贵族，又是议政王，也不免太不检点自己的身份了。他负责洋务多年，这难免多少沾点洋味儿。我看不是洋味儿吧，而是洋骚味儿吧。不过恭亲王的才具还是好的。这一点啊，我并不否认。从先帝出手热河，他一个人留在京里面主持和局，直到清肃党、平弘扬，他都功不可没呀。不过两位是他知交，有机会啊，还是得劝劝他，劝他多看一些理学方面的书，学学所谓持之养气的功夫，或许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僵局了吧。是，如果有机会，定把窝老这番心意转告恭亲王。像你这样钓法，你是永远都没法钓到鱼的。为什么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钓鱼得要有耐心，像你这样动来动去的，鱼儿怎么会上钩呢？阿玛，鱼儿又怎么能分别什么是它可以吃的食物，什么是要钓它的鱼饵？那是因为鱼它分不出来嘛。如果分得出来，它怎么会上钩呢？人生有时候就跟钓鱼的道理是差不多的。人呢，其实是很复杂的，处在这个世上也很难，往往有很多事情都要自己经过了才会明白。有句话说，蜀道险，人心更险，春冰薄，人情更薄，这话说的就是人性。我怎么跟你说这些个啊？不，我喜欢听。您以前连跟我说话的时间都没有，更别说教我钓鱼，教我道理。阿玛，以前真的是太忙了，家国家国，对得起国就对不起家，只顾着家就对不起国。说起来，阿玛，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你额娘，我不是一个好阿玛。不，阿玛是世上最好的阿玛，对得起家，更对得起国。
像这样悠闲自在的日子有什么不好？只可惜不会太久。谁说的？朝廷还是需要阿玛的。不，现在不谈朝廷，只谈咱们父女俩。等你长大的时候，指婚以后，阿玛就再也不能这样搂着你了啊。嗯，可是在我心里，阿玛是永远搂着我的。阿妈永远搂着你，你永远是阿妈最乖最好的女儿。六爷，格格，格娘，哎，格格乖。哇，这是干什么？给你们父女俩送饭啊。啊，你们钓的生鱼能吃吗？何况我早就算准了，你们呐，一条鱼都钓不到。哎，这回你可错了，咱们父女俩钓了好多好多，哎，但不是鱼。那什么？是把生疏了很久的父女之情钓回来了。哥哥，这有个名堂。什么名堂？在洋人来说呢，把这叫野餐。咱们三个人在此地野餐，传将出去，有谁会信？有谁会信啊？哎，时人不是于心乐，将为偷闲学少年。这把刀叫白虹刀，是父皇特别赐赠给我的。啊，早听说过了。你们兄弟还有名枪，叫丽华协力，
名刀叫宝萼宣威，皇上常提到。提这些做什么？提这些，他是皇上，我是臣子，什么兄弟？他有圣旨，我有什么？他可以霸我的都统，霸我的军权，霸我的宗令，他能够让我活着，我已经感恩匪浅。皇上，皇上，为什么，为什么不让我见你最后一面？皇上，六叔，皇上。请皇上圣公万安。军机跟内阁已经在计划进行，开工矿、兴畜牧、辅助商业，等到这些计划一一实行之后，自然能够民生充裕，国库富足。那只是远水救不了近火，有远水总比没水好，有指望总比没指望好。这我心口闷，你捶背呀、啊？背跟心口是一气相通的。捶心口，捶心口，你怎么看奏折？这圣祖康熙爷、世宗雍正爷晚上看书写字都没有。咸丰万岁爷一个晚上不看，睡得安稳也好。你知不知道什么人的床单不用打理，一觉睡醒也不会皱的？寡妇。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啊？就睡了。明天我要回宫了。哦。想多陪陪阿玛。阿玛交代你的事，没有忘吧？没有。等你回了宫以后，你就是圣母皇太后的女儿，
忘记阿玛，忘记额娘，更不要担心阿玛，也不要为阿玛在太后面前说任何话。阿玛都说了好多遍了，我会背了。哎，不是背，是要做到。会的。阿玛很好，阿玛没事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，啊。你阿玛还好吗？谢额娘，阿玛很好。他们怨我恨我。阿玛怎么会呢？倒是怨自己，总说终归自己有错，所以才被罢，才被罚。这两天都干什么来着？看书、钓鱼、写字。空了，还教我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。他闭门不出，也出去过一次，看朋友。不是，说是到西山去看个老和尚，是阿玛多年的番外之交。听他讲禅机佛理，能够潜心进修，对你阿玛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是，其实阿玛在心里对额娘还是感激的。这话怎么说？正好给她一个机会，深思反省，以后不会犯更大的错。以后不会犯更大的错。以后是多久以后？这话也是你阿玛说的？不是，我体会出来的。其实你阿玛真是好命生了你，要是我也有一个像你这样子的女儿。臣已经会同无影殿大学士贾枕、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查问过蔡守奇了。他怎么说？除了矫情狂妄一向有目共睹之外，其余坦默、徇私、纳贿都属闻风言事，并无实据。我本意也这么想，六爷再怎么也不至于那样。妹妹，你的意思呢？既然是三位大学士共同查明白的，我们自然该信。那蔡寿祺不是荒唐胡闹吗？该处分。回梁宫太后，严管文讽严肆，我朝向有列规，不能轻易处分。这我知道，我是说气话。姐姐，我们除了相信以外，还该有所表示。你说，该罚该罢，我们都按规矩办了。子虚乌有的事，也该还给六爷一个清白。没错，是该这样。窝人，臣在。当初蔡寿祺的那个折子，和罢恭亲王的圣谕，都是明发，全国皆知。是，当初的确是如此。如今为了澄清是非，分辨黑白。也该明发上谕，通告全国才是。是，你去写旨来看，遣词用句你会斟酌的。看完之后，我再交给军机，还给恭亲王一个清白。太后圣明。这么做，六爷心里至少会舒坦些。不，我可不领这份人情。这不是人情，老衲是迫不得已呀。
王爷，您请看，老衲要是不放心你这条大龙，老衲的中原腹地就有危险，还是彼此让一步吧。可是如此一来，我这条大龙不就复活了吗？可是我的中原腹地也保住了。大师高明。啊，不是，王爷刚才几手妙招逼得老衲不得不让步。王爷高明，高明啊。这么一来，胜负的关键就在关子了。不，不必关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非要分出个输赢不可呢？王爷还不明白吗？输输赢赢，赢赢输输，输时也是赢时，赢时也是输时，输赢当真那么重要吗？人生如棋，棋如人生，在这大千世界里，人永远是个大输家。人终归要登极乐世界，化作尘土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人又赢了些什么呢？所以老衲认为输赢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你人生的棋盘上是否很用心地走好每一步棋，这才珍贵，这才是对自己的输赢。王爷，您以为如何？大师的禅机果然高明，一心受教了，多谢大师指点。你我多年之交，虽然鲜少往来，可是心领神会，全在一个悟字，不必客气了。过两天我再来向大师讨教。不，老大明天就要出寺云游，而且王爷也不宜常来啊。为什么呢？老衲乃方外之人，青灯礼佛，沐浴参禅，王爷位高爵尊，身负重责大任。如今我已经是个贤废之人了。王爷真的是贤废了吗？王爷自己明白，看似贤废，其实你心在庙堂。王爷不属于悠悠山林的野鹤闲云，更不属于清净无为的佛门之地。王爷属于大清，属于大清皇上，属于大清的子民。王爷，老衲这话对吗？老衲言尽于此，王爷请多珍重啊。多谢大师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让我觉得你在看怪物似的。哼，怪物倒不至于，我是觉得王爷的气色跟神情好极了。好极了？怎么好法？这我说不上来。我也有体会，王爷的怨愤之气、愤懑之情都已经烟消云散了，代之的是祥和平静。哎，对对对，没错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冤冤怨怨，愤愤闷闷，
怨愤不如喜乐，愤懑不如畅怀。今日之我，不必是昨日之我。明日之我，又怎知不是今日之我呢？这怎么都听糊涂了，是吗？没糊涂，没糊涂。您在故弄禅机啊？全是空云老和尚教您的吧？我自己悟的。自己悟的？悟透了就要出家了？皇亲贵族，我能出家吗？顺治爷当年就出家了。哎，我哪能跟顺治爷比呀？再说我不是出家的命，佛门也不要我这个俗人呢。佛门不要，咱们大清要。对，朝政大局也要王爷。两位今晚是来谈朝政大局的吗？能不谈吗？你以为你就这样悠哉悠哉的过下半辈子吗？又是钓鱼野餐，又是下棋听禅。蔡守奇的折子澄清了，两宫太后还王爷清白于天下，我抄了一份圣谕，请王爷过目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我本清白，何须澄清？不必看了。这是王爷个人的想法，天下人未必呀。我为天下人，并非天下人为我，但求俯仰无愧。够了，这又是干什么呢？前面听你那些禅机啊，我担心你心灰意冷，又出家当和尚。现在又听你的豪言壮语，我岂能不鼓掌称快呢？就属你的花样最多了。照目前的情况看，王爷岂复有希望？而且应该不会太久。就像炼丹呢，就快九转丹成了，只差最后一味药引子了。什么引子？得有一个适当的人选，上一道最适当的折子，两宫就有台阶可下，一切好办。这人难找，我心目中已经有人了。谁？七王爷。他不是去勘察定陵的大宫吗？已经差人紧急给他送信去了，说不定正在路上。王爷，奴才给你打洗脸水来了。嗯，你的口音很生，没听过。奴才是最近新来的，奴才给王爷请安，王爷吉祥。嗯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奴才贱名李莲英，莲花的莲，英雄的英。我忘了告诉你了，他是新来的，很聪明，也能干。哦，嗯，起来吧。谢王爷。以后好好的当差，有你的好处。是，奴才全仰仗王爷跟福晋庇荫。嗯，没你的事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哎，你姐姐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
六哥他究竟犯了什么大错？我知道你一路辛苦，但也犯不着冲我发脾气。这种事情我怎么知道？我做得了主吗？六哥被罢了之后，你进过宫吗？没有，想来想去，总觉得这个时候进宫不合适。再说，他们俩有心病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。你不也劝过六哥吗？哎，真没想到，事情会闹得那么大。你帮我备一套便服。我要见六哥去。哇，好大一条鱼啊！鱼啊，只要上了钩，被拉出水面之后呢，很快就会变成一条死鱼。除非他能很快地再回到水里头去。我记得六哥说过的话，鱼帮水，水帮鱼。我现在很想知道六哥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我更想知道我现在该做些什么。其实我并不愿意你卷进去，这全是文祥和宝云的主意。六哥，我们是兄弟啊。兄弟，兄弟又怎么样？我跟先帝也是兄弟，也同样被罢过。被罢过没有关系，可以再起复。难道六哥心里头不愿也不想吗？我想，我也愿。我想，我愿是再能为皇上做点什么，再为大清皇朝做点什么，甚至为大清百姓再做点什么，而不是在想什么爵位禄位，也不再想什么服侍虚名。所以我想起复。所以我想起复。我这么说没道理吗？哟，六哥，你以前就这么想的？是，以前我是这么想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得这么透彻。你还要问我吗？你还要问我心里想什么吗？问我你能做什么吗？啊，是我笨，这个时候我才全明白。哎，六哥变了。变了？七王爷认为是变好还是变坏？当然是变好了，他越是这样，越是咱们大清朝的福气。幸亏有他。只可惜，有些人并不明白。那就该让他们明白啊。所以，七王爷的这道折子，可以说是一个大关键，千钧一击呀。折子我当然是要上的，不知道管不管用。只要写对了，就一定能管用。哦，那该怎么写才算写对呢？角度措辞。那该用什么样的角度，又该用什么样的措辞才算对呢？难道
你们心里早就有数了吗？要不然我们怎么敢请七王爷风尘仆仆地赶回来呢？啊！走我悠悠的路，风山水影千百种。昨日喧嚣的浮华，低了头也是传说。同行的人先走，后来的人揣测，唯一决定。